红包有吗？有啊，为什么你没有？没看到啊？为什么？为什么我一打开有四包红包？你们没有吗？没有？为什么？为什么我有？哎，我给大家截图一下。哎，这样不行。为什么？为什么有？为什么？好，静音。为什么我一打开有红包？你们没有吗？大家对不起，我刚刚在处理事情，还没有人丢礼物啊。可是不是，我刚刚打开来有四包红包呢。为什么我有红包？为什么？我刚在处理，你为什么发音这么奇怪？这是每日发明的晨晨学的，然后我在学晨晨的。他们说他最近讲为什么要为什么？猜错了，我猜的理由是塞车。哦，要不是啦，我刚在处理事情，我刚在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对，对不起大家，我回来了。可恶什么？好啦，我丢的啦。可是它是阳光哎、欸。什么？难道我们家耳机宝宝其实是浪 life 小编抓到了哦？加班都比你早开了，对不起呐，对不起嘛，我不小心嘛。Hello Steven，Hello 小鹿，你怎么开播了？我还是去等你迟到，对不起嘛，骗你的啦。是你，就是你耳机宝宝，谢谢 Rock 的茫茫，谢谢 Rock 的茫茫。我还赌15分开一包小包的，看你怎么办。完蛋了，我没有了，哇，没有了，哇，好久没有用这个武士头。对，我今天刘海有一点不是很听话，所以我刚刚就稍微用了一下。谢宝奶又有茫茫，迟到要发多少红包嘞？为什么要发红包？为什么？现在发生什么事？你们下次可以问晨晨前辈，还有兔兔。哎、欸，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已经连 bingo 了？到底怎么做到的？到底怎么做到的嘞？为什么大家最近讲话都要这样子嘞？大额头，大家最近都要大额头。谢谢志宏的茫茫，谢谢暗红，晚安。现在发生什么事啊？茫茫，花钱啊，出资啊。氪金啊，就有了啊！真的吗？每日任务，任意观看直播间直播60分钟，那我开60分钟可以吗？哦哦，除职，追踪主播，任意暴击礼物，触发暴击倍数啊！这个真的有点难。分享任意直播间一次，邀请好朋友。加入浪 life 一位，赠送任意贵族礼物，赠送真情告白，进行一次幸运哦，我还有幸运转盘可以来。柯柯，今天有谁会播啊？今天还有谁会播吗？谢谢吉米周的浪漫相机，还有双双面宝宝，是不是面宝宝今天会播？是不是？好，那我今天我好像我是不是礼拜一有转一圈，我去看能不能丢礼物给他。面宝宝撒娇的声音太可爱了啦！什么真我什么撒娇？我怎么了？你想干嘛？头目9点，好，目前只有你一个，结果还迟到。哦，我有发现。谢谢郑豪，不是谢谢嘉宏的行李箱。刚开播就锁定目标了吗？对，我等一下没有，我没有放音乐，我没有放我这个要怎么大舌头？我没有放音乐，我这个好像没办法大舌头哎。神兽说你撒娇声音很可爱哎，对啊，我什么时候撒娇了？但我很可爱是真的啦，但我没有撒娇哦，我是本来就很可爱，没有开玩笑。啊，史密斯 ，Hello Gank， 你刚才就撒娇啦，甜死人了，哦，甜死人了，哦哦，我需要足足的加油打气，加油云婷，加油。可是你舌头还不够大吧？那要摊大一点吗？哪里可爱了？啊，并没有啊。什么东西？啥东西？你们在说啥东西？
你迟到什么？你迟到害我没办法看章鱼，所以不想理你了。什么意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迟到？为什么没办法看章鱼了？我需要足够呼呼 WZI 呼呼。Hello 汉 ，Hello 狗狗，哪里可爱了？从头到尾都可爱。谢谢谢谢李李子，李李子是谁啊？比你找到家比抢到红包还开心哦！晚上晚好晚好，悬崖晚好 ，Hello， 还有史密斯，你昨天是不是没洗头？是，我前天是不是没洗头？是，我今天要洗头了。对，不行，我要呼呼，只能给我老不行，我要呼呼，只能给我老婆，什么意思？痘痘不是消失，是遮住了吗？对，是遮住了，在这里。迟到就撒娇了，太厉害了，这招完蛋了，被抓到了。谢谢好运来呼呼，啊呜！还有北极熊，这是吹冷，这是吹气薄风，吹气薄风尖是什么意思？还有柠檬，哎呦，好可爱哦！还有柠檬，还有小鹰，意思是说等等章鱼开播直接跳过去，不要跟你说了。哎，黑流星，哎，章鱼今天要开哦。鼻子上的快消失了，是不是？很啊，很啊，很啊！就撒娇，我只接受我老婆。哦，怎么那么好？是谁？宝贝握手会出来嘞？哎，握手会出来了，真假的？大家是不是可以来填一下握手券了嘞？哎，还没吧？还没，时间出来了吗 ？Hello， 711你好。2月12号、2月13号，哦，真假？我怎么不知道？明年过年后，好，不是，是，不是，是。是不是是？我有紫勾勾了耶！恭喜狗狗，恭喜想丽的狗狗。现在花什么色？金色茫茫。谢谢见鬼也贪婪。竹看我留言在上面，糟糕了，他是不是被刷掉了？我游泳过来的。好 ，OK， 没有问题。可能没办法看你直播了，我得去练打鼓了。16、17号，哇哦，加油，云婷，加油！CD 都还没上市，能填吗？能，你心里有我就能填。你就会排除万难。过儿今天生日，过儿来了吗？银翼苍月 ，Hello Hello， 狂龙，我爱你，谢大师，谢谢大师。还有叶翼，还有阿福，还有宝奈元 ，Hello Papa， 还有呱呱。哎，大家为什么都要点字 ？Hello 土图 ，Hello 土图 ，Hello Only。所以 only 会变成什么？哦哦哦哦，黑流星变什么？嘿嘿嘿嘿嘿嘿。Hello 草莓风暴变风风。Hello 宝宝 ，Hello 三哥，拜拜，继续上班了。好，隔离霜拜拜。Hello Tomo， 我爱你是不是罐头头啊？我爱你有罐头吗？我看一下。看一下罐头热门语，我爱你，我爱你，有吗？有这个吗？哦，爱竹吗？是什么？看一下，我打了什么？爱竹竹，发自内心爱竹竹。哦，他不小心我了，笑死。过儿也是，过儿是个过儿是今天生日吗？还是你们又要骗我 ？Hello 小星星 ，Hello ring 啊 ring 啊 ring。Hello， 鹏鹏，WZI 会变成什么 ？WW， 你的握手券已经移到翁翁身上了。哦、oh, ，so sad， 我哪有骗，真的是真的吗？那 Lingo 会变成什么？铃铃 ，Hello， 哦哟，铃铃 ，Hello， 谢谢浪客368野餐蓝，谢谢晴天帮我分享直播间，你会变成天天，晴天会变成天天。我的意思是说，他不相信我了。我已经不相信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小骗子，打屁。那我变成什么了？你会变成儿，好危险，好危险。哈 ，Hello， 北北，不行，还是叫许许，还是叫阿阿，叫阿阿好了。铃铃铃，是谁打给我？超吼。我哪里骗过你了？你总是骗我。还有 LiQ 啊，我不要变，你会变成咩咩叠字台。
吼影变成吼吼，哈哈，吼，逐渐特别可爱耶，真的吗？狗狗，狗狗已经是碟子了，我嘞，伟伟，你会变成伟伟，还是芬芬？哎，芬芬好像蛮好听的，芬芬好，你叫芬芬，我连有老婆这个秘密都告诉你了，好吗？是这样吗？我自带什么碟子，不用改了，对，你是福福耶。你是福，那你会变成福福福福。耳耳是什么啊？耳耳的耳朵啊，耳耳，你有绰号叫耳耳。我会变成任何东西，但绝对不会对你变心哦。可以的，谢谢图图。什么都碟子吗？对啊，你会变成糖糖。啊，糖糖感觉很好吃哎，自己玩碟子玩得很开心。Hello， 猫黑猫猫，哎，猫猫，不行不行，很很。很很好了，又叫很很。二期超多碟子的，猪猪、丽丽、嗡嗡、玲玲、妮妮，还有什么慧慧、佳佳吗？还是柳柳？柳柳、佳佳，哎，好像哦，哎，露卡、露露、卡卡，不行哦，安安安，不是啊，我在思考，我在思考那个。忘记了吗？忘记啊？没有，我没有忘记他，我没有忘记，我只是在想，我只是在想卢卡的。哎，我鼻子为什么有一个毛？我在想卢卡的名字，耳耳有点奇怪。你死定了，直接忘掉。我哪有忘记？我只是没有，我没有忘记，我只是在想而已。还有谁啊？臭臭就是你，才不是哎！你为什么要在我身脸上面乱涂鸦？怎么样？怎么样？我是哪一个？哪一个乱涂鸦是哪一个？谢大哎。这忽然之间我都没看见，怎么办啦？讲完了啦，我没有了，我没有了，没关系，有几宝宝我输了，我输了。坤坤笑什么？过儿的话叫过过，啊，谢谢过儿，过儿怎么那么好？我抽到，我就死，我就死，好难过。太难过了。我真的太难过了，祖祖哦，算了算了，怎么了塔塔塔塔怎么了塔塔 ？Hello L L， 谢谢红包花花 ，Hello， 哦耶，四十，保奶员，你叫洞洞好了，谢谢鸡宝宝的红包，告诉你，我这次很多哦，这次25。哎，耳机宝宝嘞！我要跟耳机宝宝比赛。什么？桃花根就没有高？什么 ？rock 就没有高 ？L 好宝，好黑流星，你都比我高，好，嗯，好。耳机宝宝是完全直接不跟我。八月抽到大头了，真的、哦？八月是哪一个？那首歌叫什么？拼图的吗？笑你啦！来一段。一秒一秒约好，我就零，要比什么？嗯，没事。为什么你的生血针拿到闻一下生血？生血的头发也臭臭的，完蛋了！拼图，我没有忘记啊！不要笑我 ，Hello， 卡喵，那你就叫喵喵，你就叫喵喵。牙素雅雅比你高，刚刚好。嗯，哪有？你不是手气王？祖祖各种忘记耶，原味生咸，谢谢谢玲玲帮我分享直播间。老师，你看来人忘记了，你这种就是幼稚，你就是幼稚，你就是幼稚鬼。21张指定很臭哎，洗手都洗不掉了，一定有很多我漂亮的照片。嘻嘻嘻嘻嘻嘻嘻。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想起来拼图的对不对？我好像有看到，你是不是有标记我？又迟到。我一直想问你脖子那个哦，对对对对，你我上次有看到你问我这个，这个不是是我的护身符，但是因为我不能给大家拿来看，就是怕会有一些，就是我们不能讲宗教的东西，所以呢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反正它就是我的护身符就对了。然后呢，为什么我要用这个这么粗的链子呢？因为我以前用一般的链子，比如说绳链啊，比如说嗯什么什么一般的那种细一点的铁链啊。就都是曾经被我拉断过，
就是也不是，反正就是戴一戴就断掉，戴一戴就断掉。所以呢，于是乎竹妈就从那之后呢，她就给我都戴粗的不锈钢的。今天封面照出来，好看的新制服，嗯，我有看到，但是我已经比较低，比你们提前看到了，可可，我已经比你们，我这边也有照片，脖子太粗磨断了吗？太粗糙磨断了。拼图那张画框好漂亮哦，你美的像一幅画哎，只是那幅画很喜欢抢红包哎，嗯。这是一种，你知道，这是一种竞争的心态，你知道吗？我就是很喜欢那种，就是哎呀这样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当有人说你抢不到啦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想要抢到，或者是有些人就说啊，反正你一定输我啦的时候，我跟你讲哦，这个胜负欲吼，熊熊给它燃起来。去年开播初期有提过，然后现在整个人都变掉了，什么东西提到什么。谢谢周颖的我来签到了，谢谢周勋帮我分享直播间。我只知道有人在我拿画框的那一张乱涂鸦，有吗？我签了什么？我真的有点忘记。我记得你有标，但我也忘了。你就抢不到啊，迅呢、欸？我跟你讲，你熊熊燃起我的意志力。谢谢嘎宝币哦，不行，以后你叫嘎嘎嘎嘎。谢谢嘎嘎的粉红色茫茫。竹美人吃什么？为什么会那么可爱？我可能吃什么？完蛋了，这个有什么梗可以说吗？那天讲说要穿很辣放 IG 了吗？好好神圣，我没有看 IG 打屁股。还有小流星，谢谢钟莹，谢谢兔兔的银色茫茫，谢谢 Rock 帮我分享直播间。只能说主现在个人设整个歪了，什么意思？没有啊，大家没有感觉到吗？没有感觉我是高冷什么？高冷性感小公主，几天没工作，几天做工忙，没有看 IG 哦。好吧，有我发了，就是你可以，我不确定上网络上还有没有，你可以上网查查看，呵呵，他的人设哪里正过了没有啊？零问号，只是压了队长头，什么意思？何时开始？小公主谁？我从一开始不就这样吗？欸，我就是走一个很性感，然后很高冷，然后就是你知道漂亮，然后颜值担当，然后自己说没有啦，没有颜值担当是我自己说的，这不能乱讲，这真的不能乱讲。竹竹生日想要什么礼物？你说明年吗？我不知道欸，都可以。你们觉得适合我的，不要洗发精之类的礼物都可以。说很辣，限动第二张捕捉野生长大。你现在看看你自己，再说一次高冷。我今天就来个高冷直播啊，素颜来看看哦，不行哦，不行这样哦，猪猪这样不行哦，还是你要叫恩恩，还是你要理理，你叫恩恩好了，恩恩不行哦，恩恩不行。祖祖喜欢走性感路线吗？对啊，雅雅，还有流星，欢迎回来。还有你就叫星星好了。哎，星星，嗯，好，不管，你就叫星星好了。观棋不语真君子啊，我们在观什么棋？可以送凤梨吗？送凤梨吗？你说真的吃的凤梨可能就不行，但是凤梨的东西吗？好像可以拿来，就是怎么着，就是一种吉祥话的感觉。我不要耳耳啦。可是你第二个字你自己念念看，你念看叠字，这不行，我等一下被变掉，马上破功，果然不能搞。可以，高冷女生有推阿姐。对了，林杰前辈是真的认真高冷女生，不要乱取叠字哦，你就是彪彪啊，彪彪。那我是 WW 范范不好吗？那你为什么不叫深深？那你就叫深深好了。菠萝就是凤梨吗？好像是这样。还有新鲜柠檬，还有御茶，还有 OPF， 那我不就是帅帅了？你就是落落还是落落日日日日日日好了，你就日日啦，没有帅帅哦 ，sorry。帅帅这个，你的哪一个字是帅帅啊？你不是落日笑笑宝吗？落日笑笑宝还是依依？落日一笑依依。可以帮我也取一个吗？你就是狗狗啊，你没有别的了。谢嘎宝贝的真情告白，还有龙龙，还有流星，你就笑笑啊，八七。
凶，一百分凶，可恶，走心了，走心了。那不然叫不然叫我想想看哦，不然你就叫星星好了，好吧好吧，你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你就叫星星。像你说你就叫细心，你就叫星星。大师也帮我取一个，那你就叫李黎啊。树宝宝，树宝宝就是树树。初风就是风风，哎，不行，你是不是有风风了？那你就叫初初。谢谢主主，我很喜欢，不客气，不客气。其实我也没什么出道力的 ，sorry。Hello， 草莓酱，你叫美美。Hello， 美美，还好不是星星。九喇嘛死了，主主不想哭吗？九喇嘛是，还好我的很难取，先潜水。你叫追追，好吧，你叫追追。幸好什么？幸好我不叫嗨嗨。你叫吼吼，你叫吼吼。星星嘛，你才数数，你就叫。我要酱酱啦！哦哦，可以可以可以，酱酱可以，酱酱可以。来了，老弟，他是老弟吗 ？Hello，Rock，Rock 就叫洛洛。哎，不行，你叫可可好了，叫可可可可，因为洛洛已经有人，就是我们的笑笑宝啊。不行，笑笑宝叫笑笑，那你叫洛洛好。追追是啥？你个点点，你个垫垫哦！跟你说，竹姐一直以为我是男生，昨天才知道我是女生，真假的？真假的？竹姐一直以为一直以为你是男生哦。我不认他，谢谢。OK， 好，你不认识 ，OK。Lolly， 你叫 Lolo， 不行，好像不太好，你叫 Lily 好了，你叫哦，不行，不行，你叫 Lolo， 你只能叫 Lolo， 不然叫拍拍，谁叫拍拍？谁叫拍拍？九喇嘛是耳机宝宝的猫咪，真的假的？他说喜欢 AKB 的女生那么少，笑死！你刚刚说我就是那个很少的那个漂亮的妹妹啊，不是姐姐，乱搞好哦，唱的我起鸡皮疙瘩。Hello， 好事多多多，假的，你屁啦，什么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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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懂。什么漂亮的姐姐？漂亮姐姐啊，我们家耳机宝宝，漂亮姐姐，你跟她说就是漂亮的姐姐。过儿今天说的话都不能相信，真的耶，过儿小骗子呢，今天不行哦。漂亮妹妹在哪里？在这里，在这里，漂亮妹妹在这里。从今天开始叫你垫垫，哎。我不是叫臭臭吗？是我没有臭臭了吗？我叫点点吗？很康的姐姐好吗？你说耳机宝宝吗？说耳机宝宝很康吗？哦，鸡宝宝姐姐去掉漂亮，谢谢。那性感姐姐在哪里？看不到，我没看到漂亮姐姐，我只看到阿姨。哎 ，Hello，Hello，Excuse me，Everybody，Everybody， 姐姐是耳机宝宝 ，I am 妹妹 ，Sorry。还有竹姐好吗？你们不可以这样乱说姐姐哦。原来你接受臭臭城市小姐吗？对啊，不要骗人好吗？哈，欢迎你叫的那个人不是我，你叫的那个人是保奶员，他现在叠字就是这个名字。阿姨，我不想努力了，不是阿姨，可爱姐姐在哪里？可爱姐姐在这里，耳机宝宝在这里，竹竹的嘴。让你融化，甜在心。又我咯，你看开始吐槽你了。什么东西？诚实小姐，诚实小姐，你们还讲阿姨而已，我直接就叫阿嬷了啦。哎 ，Hello everybody， 我看起来有吗？看起来没有吧？看起来最多也就是阿姨，阿姨我可能真的能承认。真的，我现在有些哦，谢谢笑笑，谢谢笑笑。谢谢笑笑续了一个月长颈猪小姐，我不想努力了，你不要害我哦。等一下我去握手会要变装，变男装吗？哇，好期待哦，一定很帅。有那么可爱的阿嬷吗？冻龄阿嬷，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这句话。我说感谢的话，好像就要承认我是阿嬷，但你说不感谢吗？我也挺可爱的，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阿姨会洗铁路吗？超级洗铁路。
听说祖祖结婚了 ，Oh my god！ 这件事情真的不能乱说，孤儿宝宝，孤儿宝宝真的不能乱说。我跟你讲，如果我现在结婚了，我就被变掉了。八十七岁不是蛮可爱哎，帮你圆谢喽，谢喽，林狗谢喽，谢喽，冻龄啊，谢喽阿北，谢喽，挺可爱啊，可以。那我就感谢一半啊，感谢阿妈，你们才阿妈啦。你们真的是哦，不好意思，是我今天过儿中文到底谁教的、啊？魔法阿，哎，魔法阿妈真就是那个魔法不是魔法阿妈，魔法保姆是不是？有一部魔法保姆还是什么，好好看哦。不会啊，祝你幸福。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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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以谢阿妈。谢花生什么是粉色茫茫？哎，我说真的，我最近在看一个那个，我不是在看那个，哎，我最近在看什么？我最近在看那个什么，有一部片，一个新的一个连续剧，我有点忘记了。我记得好像叫《魔法保姆麦克菲》，好像是之类的，我有点忘记。谢谢伊犁的茫茫麦克菲，真的叫麦克菲吗？我们不是没见过，不要乱给我人设。阿妈，阿妈是。爱是得路吗？卡哇，脑袋不行哎！谢谢大家的茫茫，谢谢儿，谢谢儿的茫茫，谢谢嘎嘎的茫茫，谢谢大家。别假了，你以为你把戒指脱掉我就相信你了吗？哎，还有两部，我第二部好像还没看，但我看了啊，我第二部看了，我也很喜欢。就是反正我看了那个连续剧里面呢，他就是讲到了你们梦想中的婚礼是长怎么样。我真的蛮好奇的，就是对大家来说什么叫做一个浪漫的婚礼。谢谢宝奶园的文手礼，谢谢糖糖的茫茫。聊天我都忘记吃饭，你要记得吃饭哦，打一句要吃一口才可以打。发婚的典礼是什么？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之前呢，就是有一次呢，就是我的高中我的恩师，他就是结婚了，然后就有邀请我们去现场这样，然后呢，就是我们去观礼就对了，然后它是一个户外场景，然后它是就是比较西式的婚礼这样，然后呢，反正不管怎么样，然后那天我就是去看了，然后当下呢，就是我的朋友就觉得很浪漫，这样重要的不是婚礼，而是新娘是你哦。我通常都会听梦中的婚礼哦。祖祖想当伴娘吗？伴娘是不是有规定只能当几次啊？然后反正我朋友就说他觉得那样子的婚礼很浪漫，这样。我想跟你分享我老婆的新歌，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Hello， 古早味，晚安。Hello， Kevin，Hello， 强森。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对我朋友就跟我说，他觉得那样的婚礼很浪漫。这样，祖祖是国中的老师哦，好厉害。过儿，你今天怎么了？过儿，主播有了什么需要选择的？我最近有什么需要选择的难题吗？我最近有，我告诉你，我选择我到底要丢什么东西这件事情，我跟我妈妈吵架三次哦，只能当三次是不是？主当伴娘会喧宾夺主吧？哦，哎，那个，老师不是用户外婚礼吗？对对对，户外婚礼。他今天中文翻译器可能宕机。你会抢捧花吗？哎，我真的从来，哎，我好像没有当过，我没有当过伴娘哎，还敢跟主妈吵架哦，失礼。反正呢，我想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其实我去参加完那场婚礼啊，其实我回家。就有点做噩梦就是呢，我那天回家我就做了噩梦，然后我就跟竹妈分享，然后呢，我就问了我朋友，我朋友却说他觉得那个婚礼很浪漫。谢谢狗狗的银色茫茫。所以其实我真的蛮好奇，就是大家所谓的浪漫的婚礼到底是什么样的婚礼。好，那我丢影片连结给你看。好，过儿祖祖在笑你耶。男生的我们抢的是花椰菜，你说吃的花椰菜嘛？没关系，我也是，我参加婚礼也都是出席而已，就是一个怎么样，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我只记得我当天晚上做噩梦，然后就去跟竹妈讲，我说妈妈，我参加完婚礼以后我做了噩梦。浪漫各自有定义啦，最浪漫的婚礼就是女生要浪，男生要慢。
好哦，好。女生如何浪，男生如何慢，请告知。人家婚礼你去参加，哎，乱讲，非要乱讲。浪漫的婚礼我已婚，没办法。真的假的，七宝宝？真的假的？祖祖会开心我就高兴，感觉有人开车。祖祖应该听不懂这么复杂的话吧？有人的浪漫是去国外办，有人浪漫去户政事务所，假的啦。我觉得，我以前有很，这是开车吧？假的啦。哈？什么？可恶！我前女友10/23要结婚了，我五味杂陈。啊、哦，对不起，老司机祖祖什么都懂哈。开车日常又在看哈。你如果结婚，我一定放炮加大红包。截图，飞镖，截图！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你完蛋了。宝乃元去年的这个约定，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哦。我跟你讲，哦。小心哦，哦，你哦，小心哦，在一起感觉每一天都可以很浪漫。我也觉得，其实我觉得简单的婚礼最浪漫，就是请一群好朋友啊，然后简简单单的办一个婚礼，我就觉得不错不错。你知道，然后有一个韩国艺人叫太阳，他跟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女生结婚，但我忘记了到底叫什么名字，我有点忘记了。就是反正那个女生我也是非常喜欢，但是因为我最近因为她就是后来就退居幕后，就没有再出来，我就有点忘记她到底叫什么名字。反正我就觉得他们的婚礼很浪漫，他们就是公证，然后就是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办了一个小小的婚礼，简简单单，然后非常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觉得很浪漫。我觉得这样很浪漫了。我个人，大家觉得呢？还是大家觉得就是我之前有跟竹妈讨论过这件事情。好啦，我们又不能参加你的婚礼接杀图，不然我也来。你如果结婚能负担范围内，想要我什么都送。哇哇 ，Hello 昭子 ，Hello 明月。那如果我说我要你的心怎么办？我要你的心脏，我要你的肝脏。这好像不是能力范围，这怎么感觉好像有点歪楼了？对不起，对不起。祖祖想要跟好朋友结婚哦，啊？是说了什么让你误会了？怎么了，西恩？你结婚偶包6666666？等一下，为什么大家突然就说到我要结婚？不是，你要别人内脏干嘛？没有啦，因为通常不是说什么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的，下一个通常都是接那个女生说，那我要你的肝脏，然后就把她肝脏吃掉了嘛，或是我要你的心脏，我就把她的心脏吃掉了嘛。哦哟，伊犁这个太远，人可以给你啦，如果你愿意让我去你家打工的话。哦、你说你人要给我是不是？你要把你给我是不是？我答应你，你结婚我一定要来抢新郎，所以你要跟我家新郎结婚是吗？我懂，我都懂，侯颖，但是不可以，你不能抢我的新郎，你可以抢个可能伴郎，对对对，我可以帮你介绍，如果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并交女友，放鞭炮，大家一起大包一点都。哎，刚刚以上是开玩笑哦，好，后影没事，以上是开玩笑，我没有认真，我真的没有认真。祖祖要结婚了，好难过。Hello， 你是看了什么母汤的东西才会有这样想？就什么画皮啊，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就是类似像这种啦，就是那种古代什么什么名捕啊，什么四大名捕吗？还是什么？不是四大名捕，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狄仁杰吗？我有点忘记了。Hello， 吉米粥，那大家红包就收下。哎，玲玲，哎，玲玲，好啦，心肺、肾、肝都给你了啦。回去杀头牛庆祝一下，好像是哦，好像是哦，从来不开玩笑。谢谢耳机宝宝的浪漫相机，谢谢酱酱。你以为我们在开玩笑吗？我在开玩笑，各位，请大家不要认真。以上，今天本台。全部纯属娱乐 ，OK， 大家请不要认真，好不好？请不要认真。四大名股是有多大？啊！谢谢耳机宝宝红包，谢谢耳机宝宝。哎，这个礼拜是星期五播、哦，大家就是不是星期四哦，不是明天哦。好，谢谢大家，我不要意思，不要
不要意思，我不开玩笑，不要意思，我开玩笑是什么意思？Hello 树宝宝 ，Hello Kent， 好久不见，谢谢好事多，谢谢大家。哇，我自己都没有哎、欸，哎、欸，我来看看我现在人有多少个。哦，难怪不好抢。紫竹 ，Hello Andy 安，不行，我要叫你迪安。Hello 迪安，不好意思，我从来不开玩笑的，不行，今天就是开玩笑，我不管，我不管，不管，今天就是开玩笑，我不管。哈喽哈哈什么东西 Hello 阿奇，谢谢 Kent 的红玫瑰。被缩写了，因为你叫我紫竹啊，忽然间被叫紫竹有点吓一跳。叫你迪安，你迟到有什么资格跟我讨价还价？我不管，这台啥时不是开玩笑了，我就是都开玩笑。我有认证的时候好不好，我业配的时候认证。今天不是明天 ，You don't say。今天不是明天，今天不是 ，What do you say 是吗？还是什么？今天不是明天直播，是后天直播，认真就输了。对，先认真的人就输了。头发夹起来是不是很热？不好笑。原来祖祖对我不是认真的，我对你们是认真的开玩笑。对不起。好了，讲到约定，开麦我就会先买。跟你约定好的数量啊，你等着。没有啦，保奶员，真的开玩笑，开玩笑。我只是就是我会记得，我会记得。但是没事，真的没事，就是也是可以，你知道，随意随意。最近来看《DD52》看完了，真的、哦、恭喜马哥中奖，屁啦！其实也是担心你们，就是也是不需要。10月30号有国生日会，好想去哦。真假的？我怎么不知道？真假的？我们互动版就是。玩笑没错啊 ，Hello 左脚印，好久不见 ，Hello Han， 我才不开玩笑的。好，其实有些玩笑真的不能乱开。静音中，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来说狗狗的坏话，啊，没有开玩笑。跟你讲哈，狗狗哈，它其实是想你的狗狗。10月有线下生日会嘞，真的、哦，哥是特意不告诉你的，真的、哦。认真开玩笑，主播本身就是个笑话。嗯，好难过，真的啊，有实体生日会了，恭喜，真的哇、哦，真的表示疫情真的有一些趋缓了，对不对？是不是真的最近趋缓蛮多的？我哈利毒猪猪，毒猪猪晋升四星了耶，真假的？四星打不过中，我现在打二星，然后我二星，我现在。你知道我现在累积超28天，我开始已经打得有点心累了。Hello 小翔，前几天送来了，送什么东西送来了？我等你说国坏话。10月30号加班伤心，没关系。祖祖晚安，晚安小翔。送什么麻吉 ？Hello 鹰眼。哎，我是不是应该喝个水啊？啊，算了，我懒得站起来。巨猪哦。巨猪哦，对啊，巨猪 ，Lingo， 你走开，你是大神。我昨天双人打到传奇，可以放松，好强哦！又不是去你的生日会，笑死。Hello Sally， 有时候真的怀疑你是不是成员呢、欸？我是啊，昨天打完2次巨猪三星，哇、哦！哎，所以要遇到好队友带你上，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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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时候降级可以群聚了。哦，真的吗？可是真的，他什么讯息都不知道哎、欸！我哪有什么讯息都不知道？我知道好吗？不要这样子，不能这样乱说呢。你要找好人一起打比较好，找好人一起打比较好。我也觉得，去拿水喝啊！我懒得站起来哎、欸，怎么办？哎、欸，我今天聊天聊得好开心哦，怎么办？我今天怎么可以这么快乐？我觉得今天心情有点好，今天心情就是一种。愉悦，然后适合聊天的日子。我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我来思考一下。嗯，也来思考一下最近有什么事情。生日会不是我说你才知道的吗？没有，我知道啊。拿生日会有谁？生日会有10月的宝宝们啊，有面宝宝，有果宝宝，有慧宝宝，还有很多宝宝。可能是什么东西懒得站起来，那可以可爱的嘟嘴一下。等一下，
所以好，你知道什么？你说啊，我知道你们最爱我了，你们最爱的人是我。那问题，明年2月13日你可能接到一份重要工作，请问是什么？握手会。嗨过头了，今天就迟到啊，可能想听 AKB 的歌吧。想发生什么事了？就你迟到，在开车的边缘不断试探啊，他讲不出来，要打，再说你知道啊，是不是不记得？就是他讲不完。果果12月，最好是啦，他是10月，算了啦。你的伞跟毛巾，哦，我的伞跟毛巾吗？真假的摩机，一个用水做的女孩，还敢懒得去喝水啊？对啊，对啊。那9月有没有什么？要打4级奖励，只能等下周了。那他讲不出来，哎，要到。要巨猪要到几星才有办法有黄有金色回响？谢谢玲玲的行李箱。是呀，奇怪，这个人竟然有看文轩，看什么？先其实是刚刚他们跟我说的。TP 最近苗栗是，对，没错，马哥，对，没错，有苗栗有一个表演。你刚刚那句话我直接给你两个字，最棒，谢谢。可恶，我可以等到短发要求，结果你直接把头发放下了吧？不行，我短头发脖子看起来很差，而且我这样看起来很像男生头，这样没有卸抖过的短发我不能接受。臣妾做不到啊，臣妾真的做不到啊。10月9日要上班 ，OK？ 你是不是不知道也有9月的宝宝？我知道啊。巨猪总共5星，那到第几星的时候可以有那个9月生日的人的生日会？你知道会不会办吗？我知道啊，但是你变脸的速度之快，什么变脸？没有，你那惊恐的表情6连，哦，3星就有金了，是不是 ？OK， 好，那我现在打完2星，然后我可以再打一个3星，我就可以过。而且我真的最近一直很瓶颈啊，我的卡本杯一直升不上去。好，看来是不知道了，他到底知道了什么？我知道吃，我知道睡。Hello Panda， 没有啦，我知道，你知道3心2意吗？我知道，那我应该是2意。我如果是竹妈，我一定走到你后面给他 K 下去。有没有打？你知道你是 TTP 的成员吗？知道啊，知道啊。不是9月跟10月合办吗？对啊，对对，哦，嗯，真的，他就是竹。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蓝色打到10全满，有，我蓝色也打到10全满了。一个人。哦，对不起，想升卡先刷卡。魔法小卡啊，不是11月都一起办吗？哦，没有，11月真的没有，这个我很确定，11月没有。开心，很开心，好开心啊！我最近很忙，然后都来不及跟大家分享我的那个 IG 的东西，真的很抱歉。可恶，想串门子都没有门子可以串，今天他还没开播是不是？啊？什么？有啊，大家开播了。可恶，害不到你，大头，下雨不投票去了，先闪。投什么票？我怎么不知道成员有一个叫袁阿嬷的？我也不知道，没有这个人。要不要祖祖也来去考照？考什么照？你说我们队长大考的那个照吗？去吃饭，今天到10点吗？今天到40分，45分。去做面包，他考不到啦。社团，哦，社团，好，社团9点啊啊，完蛋了，我走。A 场的话是齐慧加面宝宝 ，B 场是国家安加波加云爵前辈啊，波波前辈，云爵前辈。好吧，来不及回来就算了，我努力，没关系，我可能也许可能会等你。这样大考烘焙很强欸，超强的，叫我看 IG， 那满满的性感足足吗？对，我已经，对，没错，我今天还没发文。对，工作去什么社团？我没有去社团啊。足足是偶像团的成员吗？我以为你是模特儿欸。我跟你讲，我不仅是个模特儿，我还是个大美人呢。啊，对不起，真的，他到底知道什么啊？啊，我知道，我真的知道，性感，对啊，漂亮，大美人，漂亮，性感，大美人，
是谁呀、啊？究竟是谁呀、啊？就是我啊！什么哪一句话？什么哪一句话让你想吐？什么？他们是说话说活动，你们是在说活动吗？对。Hello， 唐瓦哥，比你小那么多也叫前辈，感觉像武侠片。就说啊，我告诉你，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啦，我个人觉得你打美人好坏哦。竹竹是志玲姐姐的学妹吗？不是哦，不是哦，不是哦，不同的哦，不同的。Hello， 加鲁特。不过说真的，我昨天才在跟竹妈聊聊这个问题，这样害自己讲大美人累。那你是？我是我跟你讲，那时候我们就在讲说大家有看那个《暮光之城》吗？不是说每个吸血鬼都有一个自己的能力吗？然后那个时候，就因为我在小的时候，我在 baby 的时候看，不是也不知道 baby 啊，就是那种国小的时候，好像是国小还是国中的时候看的那个电影，这样，然后他不是出了连续四集嘛？然后我就在问竹妈说，那个小时候问竹妈的时候就说，如果我是吸血鬼 baby。公司不一样，志玲姐姐没关系，跟志玲姐姐没关系好吗？什么意思 ？Hello， 帕尼，祖祖跟祖祖是另外一家的吗？对，我是另外一间的。对对，没错没错，吉米粥很棒，吉米粥没错，你很棒哎，吉米粥。不如我们交一下，我承认你是大美人，你承认我是帅帅，好，成交。我跟你讲，落日笑笑宝是大帅哥。我跟你讲，他是超级大帅哥。成交。Hello， 妈咪，谢谢妈咪的茫茫。一姐的话，一姐就是对，没错，没错，对，对，对，没错，飞镖。一姐是我的学姐，没错。很多成员开播了耶，真的。一姐真的比较有关系，是超级有关系。谢谢超级大美人竹竹，谢谢大帅哥笑笑宝。这是什么恶魔的交易？好，阿姨，我这是什么叫什么？有一个成语什么礼尚往来，你知道吗？大家知道吗？礼尚往来就是对什么就是这个什么一个 English give and take， yeah， give and tak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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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tty good， pretty good。祖祖跟一姐很熟吗？一姐很照顾我啦，但是因为她的后辈有蛮多人的，就是。就他可能知道我，但是你说熟不熟可能就不一定了，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大概这也是我后来才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模特儿跟团体的差别大概就在这，因为模特儿其实几乎都是单枪匹马自己一个人在搏斗，应该这样，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搏斗，但是呢在团体来说呢就是大家一起，所以其实你说模特儿一定就是比如说常一起工作那几个可能真的就会比较好，那如果比较不常遇到的或者什么说真的没有那么熟这样。然后一姐的姐妹，一姐的妹妹跟诗源很熟，听的好像 Uncle Roger， 真的吗？礼尚往来，礼尚哦，差一点哦，鼓掌鼓掌喂，诚心赞美已经不复存在，只能利益交换了。什么？居然无法辩论，我输了。对啊，一姐跟邓大熟熟的。对 ，Hello 盖瑞 ，Hello 回回，李易基是什么意思 ？Hello Kent， 李易姐 ，Hello 博弈，易姐现在跟陈家很密切，真的、哦？真假的？Hello 阿北，可恶没钓到。这我知道，我有听石原在说。说什么 ？Hello 盖瑞，下次什么时候直播？星期五哦，星期五直播。Friday night， Happy Friday night， Friday night，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姐姐跟吉姐很熟，吉姐是谁？妹妹跟妹妹很熟哦，姐姐跟姐姐很熟，妹妹跟妹妹很熟。请问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什么《甄嬛传》的台词吗？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哒滴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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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嗨。
噔噔噔噔。好，对不起，我刚分心了。一姐的妹妹哦，有 IG 吗？哦，一姐的妹妹跟队长大很熟，是不是？跟我考虑一下礼拜五来不来？那我考虑一下，为什么？谢谢小蛋糕真情告白，还有小英，还有乖乖。Friday night 不是啦，哎，既然有要播礼拜五吗？对啊，我这礼拜五播。姐姐跟哦，姐姐跟姐姐熟，妹妹跟妹妹很熟哦。姐姐跟姐姐熟，妹妹跟妹妹熟，好酷哦。哦哦哦哦哦！我现在明白了，我现在明白飞镖，我现在懂了。我啊嗯，抓到了，抓到了。OK OK， 怎么联想到《甄嬛传》的？你好好笑。这是什么？姐姐追着姐姐，哈哈哈！姐姐追着姐姐，你知道你们知道这段吗？谢谢马吉的爱的小熊，谢谢蛋糕的茫茫。可能什么？可能我耳朵礼拜五想休息一下下，不准。不给你休息啊、哦！没有了，我去拿水，我真的想喝水。啊！哇，好开心哦！等一下，哇，啊、好开心啊！68欢迎你，什么东西？谢谢晴晴的茫茫，什么东西？发生什么事？你怕空气突然安静？58觉得什么东西？等什么东西？啊？谢谢晴晴，祖祖见到了男朋友吗？看起来好开心哦。为什么是见到了男朋友？不用疯狂啊，反正会继续吃。哎、欸，嗯，怎么知道他哥？他的 Ultraman。我的开心的事情还不能跟你们说，好想跟你们说。哦，不行，我还不能跟你们说。现在把男朋友放到口中，孤单阿嬷有，我有男朋友。我跟你讲，我的男朋友就是 Google 大神。因为之前我记得好像不知道聊什么天，然后他们就说，我说我很喜欢聪明的人，然后他们就说 Google 大神很聪明啊。祖祖在吃男朋友，我老喜欢你吃东西的样子，真边缘，什么东西真边缘？只能说13579这个字，为什么？只能说13579个字，什么意思？什么东西笑死？等一下哦。好，边缘人才会找 Google 大神。等一下，我现在内心在交战，我应该要继续吃吗？还是我应该停下来？再吃一个好了，那个很想说又不能说的事情啊。Google 大神是我的、欸，不要跟我讲。哎、欸、，Google 是哪？哎、欸、，Google 是哎、欸、，Google 有小姐。哈？什么？你竟然要跟我抢？不行 ，Google 是我的哎、欸。继续吃啊，吃完了，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是 Google？ 哎、欸，宝贝，哎、欸，不是这样了吧？这个云朵糖超好吃的，嗯，好喜欢吃哦。
只说一三五七九个字。好，我想看哦。我讲一三五个字，我要被我的女友是 Siri。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我还有哦，我还有 GPS 大神，从来不迷路的。还有旅馆，你确定我们就算阻止你，你会停下来不吃吗？好像不会。Google 刚刚在我家，欸，他刚才在我家啊！我跟你讲，他总是在我家，好不好？我刚刚也说要抢新郎的，啊。跟你们说啊，现在好像不能跟你们讲这句话，每个礼拜都会听一次。我就很想跟你们讲，很多事情就不能说没。女友是天猫，天猫精灵是什么？屁啦，什么东西屁啊？他办不到啦，什么意思？我的别名是 GPS 真巧，你好烦啊，宝奶人，我不是 Google， 我是哦，这我真的不能念读图，我念出来我就拜拜了。但你都听不懂 GPS 讲的话，我听得懂好不好？我听得懂，我听得懂它100公尺还有300公尺跟500公尺的差别。100公尺就是下一个红绿灯，300公尺就是两个红绿灯，500公尺就是三个红绿灯，好吗？通常我知道了好不好？我跟你讲，我为了要知道，你知道我走错过多少路吗？还有玉如，时间管理大师，欸，好啦，告诉你，超厉害的哦。通常结果下车交流道，哎，你怎么知道？我前几天就是前不是前几天，大概上一个月吧还是什么，带竹马出门，然后竹马就是我就他就一直说向右转什么什么，我想说明明就没有交流道可以下，怎么下交流道跟我说？结果我好像错了，就不应该上交流道，应该要走平面。Hello 篮球不对 ，Hello 毛线 ，Hello 玉如。你屁啦 ！Google 大神明明现在跟我一起在工作，他现在也跟我一起工作啊！欸，我每天就是你知道，我一定要跟他见面大概50次这样，我也不知道，大概啦。不对啊，不是 Google 说他的，你都开跟 Google 说的相反，什么意思 ？Hello 毛利兰兰，马路炸弹原子组兽神，笑死啊！不就好棒棒。Hello， Hello 史密斯，跟我差不多，之前开车到万里也是下错脚，欸，万里的路我真的是很认不得，欸，我之前也有去过一次万里，然后我真的无法，就你知道你是笨蛋，还要竹妈提醒你，竹竹开车，竹妈会被吓死吧？干嘛这样？我很常带竹妈出去玩呢，欸。哎，大家你知道我们的那个启阳老师，大家知道吗？启阳老师的十月份运势之类的出来了耶！走错就继续走就好啦，不要突然改变方向，避免危险。嗯，猪妈也是这样讲。上次听到导航跟我说，请向后转。你说他要你掉头是不是？我觉得忽然之间回转这件事情也是蛮麻烦的，你知道吗 ？Hello， 工藤新，工藤新一是谁啊？工藤新一，幻影战士吗？哦，不是，是耳机宝宝。工藤新一，你干嘛 ？Hello， 自伟哥，单推面面暂时，为什么要暂时 ？Hello， 陈九，认识你以后什么是运势？认识你之后什么是运势？认识我之后什么是运？什么意思？认识我以后每天都太快乐了，是不是？竹妈有苦，只是竹妈不说而已。竹妈想哭，什么什么什么，宝宝什么宝宝宝宝什么，但宝宝不说，是什么？宝宝怎样？但宝宝不说。哎，忘记了以前的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没有掉坑就是暂时的。OK， 好的好的，希望有一天你会愿意推他。Hello， 陈九。直接叫你转，你会很烦，真的。而且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很常就开一开，他就会说现在右转。他说，赶快紧急右转。哦，宝宝有苦，但宝宝不说，是这样子吗？有吗？认识之后我都忘记运势二字怎么写。为什么？蓝色小姑，这个也流行一段时间。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哦，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是这样吗？
有点忘记了，那个时候很流行的那句话是宝宝宝宝心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是什么？宝宝宝宝难过，但宝宝不说，是这样吗？老梗了。对，我现在在想思考老梗。我那个年代有什么？祖祖喜欢，我喜欢喝饮料啊，过儿，我非常喜欢喝饮料。但是我的，你知道，就是肠胃不太好，所以不太能好饮。对对对，比较喜欢新一还是柯南？我喜欢，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吗？还有凤梨，阿嬷都爱老梗啊。念旧好吗？可能是当下车速太快，导航语音跟驾驶反应不同步。有可能。哦，被发现了。老梗，你这个糟老头坏得很。Sorry， 这是什么梗？祖祖 LKK 啦。哦，哎，这个有老，这个有老，王奶奶，这个有老，他们不同 CP 说。他们有不同 CP 哦，他根本没有反射神经好吗？有爆有，哼，谁跟你没有？有，新一配小蓝，新一配小蓝，柯南配小，真的假的？哀元对不对？有屁哦。你那年代常说官人你好，今日风景优美，哇，多久？有啊，我们宫崎主厨他都有反应啊。可以点歌吗？国际巨星，国际巨星先听听看你点什么歌，国际巨星再来考虑考虑。你有听过大头症吗？新一，国际巨星都有大头针啊？没有开玩笑，没有，呸，我没有开玩笑的，没有刀，好不好？就是我开玩笑的，就是哇，我得罪多少人？没有，就是电影里面呢，就是常演国际巨星呢有大头针，对对对，哈哈，好恐怖！原子主，你乱讲话，你坏，不是，惨了，连播唱个失言。蛋饼吗？不是，国际巨星呢，就是以没有，不是，电影里面都这样演，已经录影存证，不得鸟，我超怕他哥哦，我超怕我讲错话了，祖祖表示讲话之前都要先经过大脑，我刚刚没有经过大脑就讲出来，没有，我真的是最常受到粉丝吐槽的吗？机械大叔，哇，难过又好荣幸哦。先走，你要去哪里？吼吼，不可以这个时候抛弃我，真的天哪！小小的说，千万不要让祖祖唱歌，其他都好。粉丝问题吧。哦，另一个哇，拜拜祖祖，我们怀念你。什么？挖坑自己跳干嘛？国际巨星你好，啊，谢谢成就。不敢当，祖祖白，你刚刚又说了什么好笑的话吗？啊，没有啊，我是想听歌，不是要你唱啦。我唱给你听啊，我叫刘德华，唱给你听。你所说的会变成陈塘贡子啊，对不起，我错了，啊，小的知错了。祖祖嗨，祖祖养猫咪吗？没有，我想养猫咪，我不想被你害，拜拜哦。你要被变台了吗？不行，拜拜。我打游戏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了？没事 ，Hello Siri， 没事。这里只有互相伤害，没有在赞美的。你有权保持沉默。没有，我的意思说电影里面都是这样演 ，OK， 好不好？电影里面都是这样说啊。忘记社团，赶快去。我觉得我好，我不能这样讲。我觉得我们社团的人开始有点不太常出现。我在思考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新的社团。我就是这样见利忘义的小人啊，不是？屁啦是什么意思？屁啦哦，屁啦，请看重播，哈哈。本日各种伤害。Hello， 马婷，你是该换游戏喽？我是真的最近开始玩的有一点心累，我真的是，是不是应该要帮你发到国际，帮你翻译一下？不需要。你为什么要一直乱说话？我没有，不敢当，不是巨星，没有，没事，没有乱讲话。原子主打屁股哦，嘴巴打打，我都没玩了。最近在玩
这是哦，你是不是之前有推荐给我《金钱道》电脑版的？哎，我记得是不是说可以下载电脑版的、啊？什么《哈利波特》可以下载电脑版？谢谢马吉，谢谢马吉续了一个月的长颈族，祖祖可以玩鱿鱼游戏，有这个游戏吗？我是说电脑，我不是说真人。国际巨星原子族哪有？他没有，为什么？还是他是网页版？我来查查看。哦，找到了，找到了。还有鱼萍，如果你有鱿鱼游戏，你想玩吗？当然不要，我很知足了，好不好？我现在很快乐，我有你们就很快乐。有你们就够了，我不贪图其他的有的没的，有你们我就已经觉得很幸福了。哈，祖祖玩的话，我们会哎四五六亿。我觉得你知道吗？有时候你知道，有时候就是我们人呢要努力的，就是我看到了储值中心，对不起，我不可以这样，我不可以这样，我不可以这样，原子族你不可以这样 ，no， 官网首页，官网精选，我要怎么下载啊 ？PC 下载，我怎么把声音关掉？关掉，允许，看一下能不能。主主玩游戏关，保证第一关就拜拜、欸。为什么？如果有游戏你想玩吗？如果你想猫咪的话，牙苏可以当你的猫咪啊！你好坏，不可以这样过儿。有游戏类似的，别人做的，真的、哦。国际巨星原子喝醉，你在喝醉嘞？越玩越无趣吗？换个游戏玩，比如说俄罗斯方块。俄罗斯方块其实也是蛮好玩。你还没说你喜欢新一还是柯南？我说是同一个人。好啦，那我喜欢啊，我两个都喜欢，我就是贪心。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本来就是个花心的女子。猪猪有玩，我就针对她，针对我什么？还被浪警告了，什么东西被浪警告了？课吧，你又要储值啊？你被警告？没有，我才不储值、欸、我只是刚好看到储值两个字，好吗？没有真的要储值好吗？没有哦。猪猪有玩，请不要针对我。还有 Andrew， 还有东东。那柯南女角你喜欢谁？我喜欢爱媛，我喜欢那个冷冷的女生，特别喜欢，帅得不得了。因为我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就是我不是那种可以沉着冷静，然后那个什么，我也不知道、欸、他就是那种很沉着冷静，然后毫无波澜。可以这样讲，毫无波澜的一个人。然后哀元是谁啊？他不叫哀元吗？等我一下。哦，他叫灰原哀哦，灰原哀，谢谢。OK， 灰原。Sorry， I don't know， 笑死。灰原哀啦，对不起，我记错了，灰原哀 ，OK， 好，反正就是像灰原哀这种人呢，就是很像竹妈的什么东东，哇，人家名字记错了，糟糕了，哀啥？灰原哀，很好笑，竹妈前几天才骂我，你明明就喜欢步美，跟你一样潮。哦，我超讨厌步美的，好不好？超讨厌，真的超讨厌。你脑袋到底记得什么？你是阿元啊，我记得。原来竹妈是傲娇型的，竹妈跟灰原哀就是很像的个性，就是一百分像。就是灰原哀长大以后，就是竹妈长，就是竹妈现在的个性。对，就一模一样，完全一模一样。就是他只会对亲近的人微笑，不亲近的人都不微笑的。原来竹妈也是傲娇嘛？步美是女主。人选吧，步美绿茶站起来。步美，哎，
不美，我到底在干嘛？为什么开始打字变 English？ 不行哎、欸，不美我真的不行，不美我真的不行，不美我无法。我最喜欢荷叶。荷叶哦，想知道黑色组织的幕后老大是谁吗？我知道，那个谁，那个什么博士。哦，布美也蛮可爱的啦，平次跟荷叶。还有谁啊？我们看那个柯南女角，灰原我婆哎、欸，阿笠博士哦，竟然知道，我知道啊，阿笠博士，你来了吗？阿笠啊，我跟你讲，还有一个女生我很喜欢，就是那亦正亦邪的一个女生，你们知道吗？亦正亦邪的一个女生，基德吧，新基德哦，基德也很帅，那个。那个苦爱，他叫苦爱酒，我很喜欢他。说真的，我没有很苦艾酒，对，苦艾酒，哦，他叫苦艾，就是你们知道他有一个英文老师，他是不是有曾经扮演过他那个英文老师？有人说少年侦探团长大就变成黑衣人三人组，我很喜欢荷叶，但最喜欢你，嗯，谢谢新一喜欢，谢谢新一。冲野洋子。Judy 老师是谁啊？是他那个英文老师的名字吗？我有点忘记了，我只记得他那个英文老师，我很喜欢那个英文老师，他看起来就是又坏又好，又坏又好的那个人。冲野洋子是里面的角色，还是真的是偶像？耳膜会痛，什么东西耳膜会痛？什么东西耳膜会痛？我个人啦，我个人还有新一的妈妈，新一的妈妈我也很喜欢她。还有谁？那里面的偶像，那柯南里面的男角，看一下柯南里面的男角 ，JULIE 塔瓦哥 ，JULIE 塔瓦哥，这几个男角里面谁是妈妈也不放过了吗？平子，有希子也很吵，跟你一样。有希子是谁啊？有希子，毛利小五郎最喜欢就是冲野洋子了。他的太太是不是？看你直播耳膜会痛。平次跟基德，我、哦、好喜欢基德哦，基德是真的是一个角色，对不对？晴酒是谁啊？白马探又是谁啊？哦，他这个哦，他是个不同的哦，他是不同的故事。你最喜欢男生是谁？名侦探柯南人气男角票选，来看一下。原子也很吵，好怕哦！原子是不是就荷叶跟原子差在哪？荷叶哦，原子哦，哎，原子我好像蛮喜欢的耶，我记得高木啊，高木喜欢了。晴酒，哦，晴酒，服部平次，基德真的是哦，很赞哎。哦，他的怪盗基德是第二代就对了，赤井秀一、安室透到底是谁啊？
安室透是第一名哎，安室透是谁啊？原子就是暴发户的女儿，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哇，真的假的？原子是暴发户的女儿，安室很帅，安室是谁啊？铃木原子，铃木原子。原子我很喜欢，原子就是白目白目的女生嘛。安室很帅吗？他会在 JR 轨道上开车欸，真的假的？ JR 是什么？安室很帅，安室到底是谁？铃木财阀的啊，真的？原子真的很正欸。原子原子我是超爱，原子就是这种白目白目，但是这我很喜欢这个日本铁道日本铁道就是 JR，OK OK。我们来看一下片段好了，那个原子，安室奈美惠的弟弟安室透，最好是公安的原子族更正。谢谢回回，下一句是不是原子族也好正？谢谢 Lingo， 你们怎么这样？我都要怀疑你们是不是有，是不是有读心术了？原子突然想起了自己有东西忘带了，所以他自己一个人又。原子大小姐。喜欢他，原子富二代哦，原子，他跟我的名字好像有暴发户女儿原子，明明就暴发户。我是零零日本饭，什么是零零人？跟我一样吵，好棒哦！哎，他的名字跟我也好像哦，可以，不错不错，加油，原子，你有机会，原子加油！我找到我的偶像了。薛一宝，对不起，我刚那个为了听那个原子讲话，一度忘记我在直播了。大家，原子族回来了 ，Hello 文文儿，还有薛一宝宝，我里面最讨厌原子，谢谢。Hello 幻影战士，原子我不知道啦，我只知道我喜欢原子族。原子也在期待什么时候变成暴发户，赞赞。好了，没有，我觉得足够，但是你听的不是他本来的声音啊，是吗？我也最讨厌原子啊，不行。Hello Sally， 谁是幻影战士？酱酱，原子就是那一直觉得自己最美的那个、啊、原子族暴发户哎，好想，真的好想赚钱钱，加油，大家一起努力 ，Go Go！ 我只知道原子族最吵，不会，原子族最美。原子族最漂亮，原子族最有气质，原子族最高冷，原子族最性感。还有什么原子族？原子族真的是很棒啊 ！Oh my god！ 原子族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不洗头。我的口红去哪里了？被我玩到哪里去了？渣女，原子见一个爱一个啊 ！I'm sorry。你是不是没说可爱，就是太多优点的意思吗？以上皆是。
想解释，就是耳机宝宝已登出此直播间，请不要好吗？请不要登出直播间，好，拜托。嗯，哎，耳机宝宝，你是到家了是吗？你是用标的，是不是？就是渣啊！我哪有渣？哎，我刚刚真的是一度断线了，大概十分钟吧，还是五分钟，跟大家聊天的过程中一度宕机耶。Hello Alex， 白流星已退出了直播间，欢迎再次别闹。Hello， Hello， 哭哭脸，一个臭头就超越了所有的事情。对不起，我就不喜欢洗头。哎呦，啊，好舒服、哦，就这样。啊，我这几天呢、啊、又再重复看了一次《知否知否》这部片，我真的觉得人性吼，真的是吼。哎，我说真的，我觉得好，我好就讲，哎呦，好就讲交朋友来说好了，就不讲谈感情哈，就是反正好讲谈感情也可以，或者是就是反正在一个人际关系里面，你觉得什么样的缺点的人你最没有办法接受？我很好奇，那部奇怪剧名《知否知否》超好听的，他的歌《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昨夜雨疏红舟，浓睡不消残酒，试问眷恋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臭头偶像谁？弹琴不弹琴可以，没问题。双面人哦，叫什么？这叫什么？表面做一套，之后做一套的这种人，乱唱歌的人啊，闭嘴咯，臭头不能接受，不尊重吧？哦，不尊重哦，你最不能接受不尊重，好像也是。还有呢，认真来说的话，就是迟到跟不尊重，还有双面吧。你也很烦呢、欸，宝奶源。晚安，今天我第一次来，欢迎回来，欢迎战士。猪猪迟到啊，双面人很假哦。双面人能够理解，不尊重也能理解。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大家觉得最不能接受的？我先想看。对，好像也是哈。一天到晚说自己很美的那个，谁啊？讨厌。说认真的啊，没在闹。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朋友不就是我最好的，我就是但是我最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我的最好的朋友有这样的缺点，但是我最没有办法接受的一点。可是说真的，这种人也不是说不是这种人啊，就是拥有这个缺点的人呢，应该说通常是比较善良的人。我快到了。谁到哪儿？我不能接受你拒绝我。不是，我比较我个人啊，我比较不喜欢优柔寡断的人，就是交朋友也是，就是我可是我的很好的朋友们几乎都优柔寡断，所以是什么优柔寡断？所以很没有时间观念，很讨厌。没有时间观念也是蛮生气的啦，我也是会骂我的好朋友。所以我觉得我的底线就是表面上跟我说什么没关系，跟别人说我很怎样就不行，是不是？就你觉得很生气，对不对？讲，我个人是优柔寡断，就是，可能我也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你知道吗？就是如果在面对你自己的人生上面很优柔寡断的话，我真的很生气耶！你刚说你的朋友，那应该是头比我更臭哦？没有，没有，我那朋友每天洗头。她是一个很香的女生，所以我都帮他们做决定啊。可是你知道，就是哦，真的、哦、，Lingo 也是果决的人，是不是？优柔寡断，比如说你，该怎么讲？比如说我该不该做这件事情？比如说你很想要做一件 A 这件事情，可是他也很想做 B 这件事情，就他好了，就比如说他，然后就很想做 A 又很想做 B， 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决定说，那我应该要选 A 还是选 B，
然后比如说你就跟他分析说，哦，我觉得 A 的优点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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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缺点是什么什么什么，那 B 的优点是什么什么什么，缺点是什么什么，那因为这个是你未来的选择，所以我不能帮你做决定，你要自己想办法。他就会说，可是我这样，我就哦 ，no， 思考思考 ，OK， 思考宝贝，思考。小孩子做选择，我全都要，不行不行，就是在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生气，跟我朋友就会，然后我朋友就会说你不要逼我，然后我们两个就会吵架，然后到后来我就已经就是慢慢习惯他就是这种方式，但是因为他是一种，或者是比如说他在，比如说不一定啦，比如说也不一定是他啦，比如说还有什么优柔寡断的状况，我有点不太确定耶，做事要果断一点，没耐心耶，哦，大概懂，对，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比如说好，比如说这样好了，比如说好，我现在有一个机会，一个对我来说很好的机会，可是这个机会呢，你要放弃所有的一切好了，然后你也许你现在很，你也许你现在很喜欢你现在的生活，但是你又有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思考说你到底要选择那个机会呢，还是你要放弃所有的一切选择那个机会，还是你不想要放弃现在的生活，你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够了，你要自己有一个评断的能力，我觉得是这样子啊。但这样他们有问题也会来找你问，对，我可以，我后来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忍受这件事情，我就是很常因为这样跟我朋友吵架，然后是到后来我才发现，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谢谢酱酱的文手礼啊，比如说啊，我就讲交友好了，就讲交友这方面好了，就比如说呢，他有他另外一群朋友嘛，就是他虽然跟我是很好的朋友，但他也有他自己另外一群朋友，然后跟另外那群朋友呢，我就觉得他们有问题，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会有点欺负他啊，或者是会有一点你知道，就对他不好啊，或者是做出一些什么行为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就是这些行为呢，就是不好，就是不太好的这些行为，你就不要，你就尽量不要跟他们接触这样，然后或者是说你真的要跟他们接触，你就不要把这件事情太放在心上，你懂吗？但是他又会就是会觉得说，哦，可是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就是他就是很善良的人，但是可能我也没有到很善良嘛，我就是比较果决的人，像我就会杜绝那些让我觉得烦心的事情，悬崖。Hello 狗狗，谢谢善追踪是吗？我觉得这个还好，不太是我的点哦，可能是因为我跟他真的太好了，就是你知道，这哪有什么善良不善良的，就是他很善良，他就觉得那些人不是你的善良的点，有点锋芒，你的善良要有点锋芒。对对对对，我也觉得，我觉得就是太善良不行。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我觉得善良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我不喜欢太善良的人。就是大家还是要保护自己，好吗？要被人家欺负，知道吗？我的宝宝们，你们不能被人家欺负，知不知道？你就太善良了，我哪有太善良？我还是有。我善良吗？所以祖祖都不善良，应该说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会很直接告诉他说，哦，我不喜欢这个行为，或者是说我会很直接讲，所以在事情变得很严重之前，这件事就是小事情就被解决了。可是我觉得善良，可是就太善良的人就会有一个，就是会觉得，我觉得竹妈就有点这样，竹妈之前就有跟我讲过这件事情，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不能就是忍忍忍忍忍忍忍，然后一次爆发，这件事情就很没有办法挽回。但是如果你从小事情啊，你就是去谈去沟通，我觉得这件事情都可以。那呆国善良吗？你刚刚你把国前面那个字你再念一次，就是他的个性。最善良的是头目，因为他闪亮闪，他真的，他是一个很温暖的孩子，真的很棒。就是很常会这样啦，你最善良啦，谢谢狗狗。但是善良是对，就是林狗说的，善良要有锋芒，不然吵架的时候就会开始翻脚。对，对，就是有事情，就是我是那种有事情就直接讲的那种。明明是你欺负我们啊，谁欺负你们了？是谁啊？有吗？害我想要被祖祖欺负了。来，大家。打屁股了，
加一就事论事啦，对对对，就事论事。我们怎么忽然间谈到这个？哦，我们讲到说，哦，一个社交最不能接受。但是我跟你讲，我也很不喜欢，就是你知道，表面做一套，背面做一套，这件事情也不行哦，这件事情也不好。来，用力的欺负我，来，都来，讲不赢才要翻旧账吧？讲不赢要翻旧账了吗？没有必要翻旧账，对吧？就是等于就是说，如果会就是翻到旧账的话，比方说你们之前的那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其实应该前面那个问题要先解决，后面这个问题然后再来解决，才会这样，双面很糟糕，互相伤害。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讲到双面哈，有一件事情呢，我是真的就是蛮有争议性的一件事情，就是善意的谎言，你们觉得善意的谎言这件事情？是好的吗？就是真的是善意的谎言吗？还是你们觉得就是应该要讲实话？输赢，我之前就是被双面人害到，真假的酱酱，真假的啦，跟前任就是这样啊，一直想解决的事情被他一拖再拖。国美员哦哦，看对象有的时候是好的，然后猪猪好可爱哦，善意，好呀，这种。不是，如果跟你说善意的谎言，你接受吗？真的要看事情，我个人觉得是要看事情，就是，猪猪你很美，谢了吼吼，谢谢你发自内心的称赞，谢谢，看人。实话如果很伤人，不可以不说也可以。我觉得是要看那个人的接受程度吧。就是如果这件事，对，就像对，就是如果这个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程度的伤害打击的话，那善意的谎言我觉得就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你已经讲了超越他能力可以就是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外的话，那就是真的很残忍，如果你讲实话。看当下能不能接受，不行的话就晚一年再说。他表面很客气，还跟我套关系，背地里跟他说我扭曲他的指令。啊，真的假的？好恐怖哦！我随便讲讲的，善意的谎言要先知道那个人。对，没错，阿伯，对，没错，没错，我也觉得。你怎么变脸了呢？持续挑衅。好，哥，我受不了了，我跟你讲啊，我要生气了。我跟你讲哦，我这人直接哦，有感觉直接讲哦，没有了，没有生气哦，以上开玩笑，纯属好玩 ，sorry。我说很美是善意的谎言啊，雷电一闪，框框，我被分手那个理由就是善意的谎言，或许实话很伤人。真的吗？支援输赢是要吵架了吗？涛哥出来拉头发了，快点，大家看，想看我们拉头发。你生气都这样可爱的话，请多生气。阿伯，你是善意的谎言，现在是属于善意的谎言篇还是真的？这样，输赢，来啊，拉头发、啊。真的，我也不想知道真正的理由。哦，那就不要讲，那就不要知道，真的不要知道。吵架，打架。你是个好人，但我们不适合之类的，或者是你可以什么什么什么？哎，等一下，什么有一句是什么什么？你可以什么什么什么我啊？你可以找到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自己不够好，配不上他，然后他下一个会找到更好的。那句话叫什么？我听过最多善意谎言就是我们不适合。拉扯头发我能赢啊！拉扯头发我输，赢在你不洗头，我只能放手。哎，陶瓦哥，你可以找到更好哦！对，你可以找到比我更好的。对，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对我坦诚，只为了朝他狂奔，是这样吗？我也不太确定。你知道我被分手理由是他妈妈爱米米是什么意思？讲。怕赌再连累我，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加油，塔瓦哥赞赞，真相就是残酷的，他妈妈啦，扯扯，超扯。他妈妈
什么意思？你被米掉了，你被米掉了，真这样，真相是残酷，现实的残酷。哎，是不是可以来出一个什么？爱米米被马掉了，宝宝你又被马掉了，怎么办 ？Sally， 布布，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他是什么？那首歌叫什么？好人坏人是不是？好人，坏人。坏人，好人，好人，坏人。赌博哦，爱赌，爱赌博，爱赌博。OK， 一百分，爱赌博，爱赌。OK。你迷迷迷迷，你迷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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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了啥？你一定是坏人。才不是呢，我是好人。哦，他叫坏人。坏人哦，我们家的丽姐姐有 cover 哎，我们来听她的版本，唱上新滋味。快点，这时候我就忽然间很想现唱给你们听，来，我来现唱给你们听。我不管你们要不要，就是要听我唱歌。关声音了哦，不行，等一下，不行，不准关声音。只为了朝他狂奔，无能放任，所以放了。你放丽姐姐的，丽姐姐的我们会比较哎。哎，我很久没唱这首歌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好久没唱了，你们借我练习。你听过脆脆的饼干吗？你一定超爱这首歌。好，我们等一下来听脆脆的饼干。你等一下提醒我，脆脆的饼干静音了，听不到，没有，你们听得到，你们一定听得到。我很确定，竟然还有回音，对，就是 echo。欸，其实我真的不太会唱这首歌，我们什么都没有听到啊。最好是我们借你练习，你有问我们的耳朵吗？一扇纯门关住我们的裂痕，是这样吗？为什么巨星可以说练就练？因为我很久没唱这首歌了。爱无法均分，以后就留给你们，还结束爱才更动人。容忍的人其实并不笨，只是宁可对自己残忍。既然爱不能恒温，祝福就给下一个人。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对我坦诚，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这念头我还能忍。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分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宁愿爱一点不剩，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好，谢谢巫医，这么严重吗？你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因为你是我爱的人。哦，可以，静音后勉强说好听。哎，你们真的是常会出一些经典名句，哎，我真的觉得你们好棒哦，怎么会这样？容忍的人其实并不笨，只是宁可对自己残忍。
既然爱不能恒温，祝福就给你下一个人。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对我坦诚，只对我叫他狂奔。什么偷来的？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忍。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分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宁愿爱一点不剩，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我不知道。三个人总不对等，总有个人必须牺牲，那永恒就等他带你完成。你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对我坦诚，只为了叫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忍。我是好人，也是个坏人，分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宁愿爱一点不剩，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为什么是路人？一点不剩，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谢安莎卡拉卡的掌声鼓励鼓励，谢谢大家掌声鼓励鼓励，谢谢大家。看恋人爱成路人。宁愿爱一脸不舍，能听到最后的都是好人，都是善良的人。嗯，不错不错，都是善良的人。宁愿爱一脸不舍，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还有什么歌啊？我想看哦。刻在我心里的名字还是什么表？这首歌我其实不太会唱。快点说善意的谎言吧，阳光宅女嗡嗡，脆脆饼干哦。对了对了，什么什么脆脆饼干是不是？我们说我们要听什么脆脆的饼干是不是？哎呦呦呦呦，是脆脆。唱完请给我一个手势。脆脆的史莱姆，脆脆的饼干，是这首歌吗？脆脆的饼干，诚实的想你啊，想听诚实的想你吗？没问题啊，陈恩，绑起来啦，唱完了吗？啊，诚实的想你，真的，脆脆的饼干，我真的找到饼干了啦！你们这些骗人，是什么？什么什么？刚刚是什么什么歌？忘记了，女生。郁闷脸来一波，脆脆的饼干，最康原唱曲不是欺负翁曲 cover， 是啊，是翁 cover 的，是不是？什么意思？在哪里啊？还要继续吗？要打阳光宅女翁翁，要打阳光宅女翁翁，是不是？好，下一首，下一首，下一首，我们就来听。我先来点这个诚实的想你，因为我刚刚那首歌找不到。嘟嘟嘟嘟嘟，哦，这个是。还没放弃，想继续唱吗？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宁愿爱一脸不舍，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洗衣服、洗澡去了，不行，你们要听我唱歌，我这美妙的歌声，给我听哦。Hello， 凤梨，那个频道是可以直接，那个频道是可以在直播推广的吗？哎，我不知道哎，你看的时候要低调一点，真假的 ？OK OK， 好。世界忽然变心，忽然很安静。无助的我一秒间失去重心。
听你不停为我担心，看你不停离我而去，你要我照顾自己，是我做了什么让天使生气，还是忘了做什么幸福远离，也许该要真的相信，有种爱叫远远关心，痛却又哽住呼吸。我用狂奔，用无力，用噩梦去想你。我讨厌命运骄傲的神情，嘲笑我没半点权力决定。用痛苦，用回忆，用深爱去想你，去体会什么是迫不得已，越等才越有勇气，这是地想你。我现在是不是宕机啊？手机状况好吗？他说我宕机，一回来就变唱歌了，忽然之间想唱歌。是我做了什么让天使生气，还是我做什么幸福远离，也许应该要真的相信，是有种爱叫远远关心，痛却又哽住呼吸。用狂奔，用无力，用噩梦去想你。我讨厌命运骄傲的神情，嘲笑我没半点权力决定。我用痛苦，用回忆，用深爱去想你，去体会什么是迫不得已，越懂才越有勇气，真实地想你。是不是担心我怕也不敢前进，那颗本来没坠落的流星才拼命伤害了自己。真假维卡，现在呢去想你。我讨厌命运骄傲的神情，嘲笑我没半点权力决定。用痛苦，用回忆，用深爱去想你，去体会什么是迫不得已，越懂才越有勇气，这是地想你。这首歌音量这么高吗？林高毕竟是入团前的东西。OK 歌本身很好听啊。好，没关系，那我还是下播前，下播再听好，那个我下播再听。我用痛苦，用回忆，用深爱去想你。嗯，大哥，不可以的话，祖祖就不要看，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可以。你不是说45分吗？那我再来唱一首，我来唱什么歌好呢？ My job is to make college easy. 我来唱，最近还有什么？你唱歌赢。不用这样讲，博宏 ，no， 我没有那么厉害，我唱歌其实很弱。过儿问你刚刚那首，刚刚 这首歌叫《诚实的想你》，下播听加一，有人可以给我网址之类的吗？我们来听什么歌好呢？我们来听，我想想看我最近都听什么歌，让我思考一下。我想一下，我最近都要听什么歌？我最近都在听啊，有一首歌，什么什么，可是好像最近有什么歌啊？我来查 KTV 2019，你唱歌都比过，不要这样，我会害怕，你们不要这样子，我会害怕，我真的很害怕，你们不要这样。那就晚安，拜拜，不行。啊，光年之外我唱不上去，等一下，看一下哦。
谢你对我从不保留，贴的温柔是放开的手。当我不对，走音了。当我就要飞走，不对 ，key 不对了。还是唱什么？有什么歌啊？不如好听。这首那首歌叫不如，是不是？我来听听看，还没有听过。不如吗？好，不如。不如，还是我来唱一个与我无关。不如，不什么？不如我们就那那那那，不如我们拥抱后分手，不如我们眼泪，不如眼泪有空偷偷流，是这个吗？国际巨音有走音，长走音哦！天哪，我最怕就是我走音，好不好？不如狠心回到人群，做你的甲乙丙丁，我恨你没有真正感受爱情，不如就放弃，不如我们拥抱后分手，不如眼泪有空偷偷流，不如这次就还你自由，不如擦肩而过，别回头，别回头。对不起，我一定告诉你没关系。不如回到最初的相遇，把爱藏在相遇的缝隙。是这样子吗？你陆陆续续卡、欸，真的吗？这首歌没听过，这首歌我有听过副歌了。不如放弃，不如国际巨星是巨音。交给酒精，你是在有你的什么？不如放过自己，不如就让你们。不如我和你，没有真正感同身受爱情，不如就放弃，不如我们拥抱后分手，不如眼泪有空偷偷流，不如这次就换你。不如擦肩而过，别回头。不如这次你说对不起，我一定告诉你没关系。不如回到最初的相遇，把爱藏在相遇的缝隙。不如含着眼，是这样子吗？我这样唱有对吗？其实我，我这是人生第一次唱这首歌，我真的不太确定。那我是不是卡顿啊？不如含着眼泪说你好，你好不好再也不重要，不如就将过往统统丢掉，旧的记忆最美的一角，不如掉进爱情的游戏，反正主角已不再是你，不如偶尔相遇在梦里，就算流泪也别把我吵醒，就算流泪也别把什么东西吵醒，等你唱好愿望之前，我才可以认可你的愿望之前。哇哇哇哇哇哇哇！好了好了，我最后一首歌了，我不玩了，我要唱晚安了。不如我们拥抱后分手，不如眼泪有空偷偷流，偷偷流是什么？不如我放弃自由。好可爱，尚可，真的不会。好，最后一首歌，真的最后一首歌了。我们来进行晚安曲的部分。噔噔噔噔。初夜色，贪恋的交集，终照影。慢慢的长夜的留下感情，慌张。好啊，等一下听105度的令人着迷，留恋这种暧昧的迷离，
曾经多少个牵肠拉扯不舍夜晚，到现在热情褪成陌路的感叹，何必拿真心与寂寞去纠缠。为什么我不能唱冷暖？几人份的长谈到三两句晚安，惹多情的遐想却轻易的走散，情意绵绵总遇见一次前为难，总是不能抵抗你信守的晚安，你与你忽远忽近烂桥段迂回一句晚安，多情人却自找难堪。唱到跨日，难得觉得你唱歌会觉得很舒服哎、欸，哦，真的、哦，这首歌谢谢大家，这首歌真的是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神色太慌张，你眼神逃避，却如此的令人着迷。为何总留恋这种暧昧的迷离？真的、哦，昨天嗡嗡开四个小时哦。曾经多少个牵肠拉扯不舍夜晚，到现在热情褪成陌路的感叹。何必拿真心与寂寞去纠缠？几人份的长谈到三两句晚安，惹多情的遐想却轻易的走散，情意绵绵总遇见一丝牵为难。安刷拉卡是晚安。总是不能抵抗你信守的晚安，执迷于你忽远忽近烂桥段，迂回一句晚安，多情人却自找难堪。错，是台北市。Hello， 博宏。几人份的长谈到三两句晚安，惹多情的遐想却轻易的走散，情意绵绵总遇见一丝牵为难，总是不能抵抗你信守的晚安，执迷于你忽远忽近烂桥段，迂回一句晚安，多情人却自找难堪，迂回一句晚安，多情惹人始终难堪。嘟嘟噜嘟嘟嘟噜嘟嘟谢谢大家掌声鼓励鼓励。对不起，因为我们家耳机宝宝呢点了一首《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的清晨，滴正流水，还敢抢拍啊？一回一句晚安，多情人。都没你的天，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清晨滴成流水，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再站起，什么笑着再站起来，轻易失败的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的你，当你对我说对不起，我看歌词发生什么事用啊，还没不可爱，那坚定的模样，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清晨滴蒸流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一
的领悟，读的你滴滴清纯的真流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莫忘了初心，常在痛快去热爱，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清纯的真流水。再次回到最佳状态，口油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爱情对你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的梦想，坚定的模样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清纯的真流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是祖宗时代，哦你会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清纯的真流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莫忘了初心，常在痛快去热爱，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清纯的真流水，口油哦还没火力全开，再次回到啊，唱错最佳状态，喝一口又火力全开，哎呀呀呀！谢谢大家，好玩哦！哎，我们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我们来听一下。哎呦，谢谢耳机宝宝，谢谢酱酱的红包。我们来听这首歌很久没，哎，我有中啊，我竟然输给酱酱了，抢拍王。这首歌其实真的旋律不是很熟，哎，为什么变白月光了？等一下，白月光是下一首歌，我们要先听。都没你的甜，白月日的阳光。这首歌很久没听了，对不对？给你91分，因为听完以后就降了，就降了。哎呦，吓我一跳！每天都是星期起来在家里写书来0.1倍速诺伊，床和游戏每一个都要宠你，以免他们吃醋妒忌伤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着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情，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你说你喜欢色女性，而我多了一个 G， 就像 LOVE 去掉一本变 lonely， 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爱不过期。你说爱喜欢碎天衣，我就爱上了精灵，预知了所有运气，换一次概率拉低，伪装的不在意，哦，假装很佛系，自定义的甜蜜。穿滚滚不要着急，出门带一杯高级，人生苦短迟早如意，干杯吧为了友谊，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着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情，幻想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你说你喜欢色女性，而我多了一个 G， 就像 LOVE 去掉一半变 lonely， 对不起我嘴巴里面都口水，我的爱不过期，你说爱喜欢碎电影，我就爱上了精灵，预知了所有运气，换一次概率拉低，伪装的不在意，
哦，假装很佛系，自定义的甜蜜。你说喜欢原汁原味，在哪里啊？你学不会，别管我然后想一直伴随。我说我很喜欢你的滋味，因为你我可以整夜不睡。等你遇见就有这个机会，我相信我的世界一定对。哎，你说你喜欢色你心，而我多了一条心，就像 L O B E 去掉一半变了零。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爱不过期。你说爱喜欢随天意，我就爱上了精力，抑制了所有运气，怀疑自概率拉低，伪装的不在意，哦，假装很佛系，自定义的甜蜜。嘟嘟嘟嘟嘟嘟，好呀，我输你一啦，讨厌呢，讨厌呢。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爱上你。好了，真的要最后一首歌了，我今天真的是唱嗨嘞。那夜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你正流水。知道你有多可爱，小小再站，笑着再站起来，笑着再站，笑着再站。我这边每次舌头都会打结，不要一百零五度。唱着不在意，但是表情很在意啊，是很在意啊。什么东西是很在意？唱过了，唱好唱满。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唱一百零五度。还好你忘了我说的歌，你说哪一个？脆脆的饼干吗？哪一首？哪一首？什么？我刚真的没有，我真的忘记了，怎么办？对不起，换一段什么？谢谢红包一百分，直接给我一百分，谢谢谢谢欢迎战士。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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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的歌谣都在指尖绕，得不到的美好总在心间绕，分离无处跑，文字写也抹不掉，触不可及刚刚好，有着天真让人闹。那时滚烫的心跳也曾无处遁逃，像一团烈火燃烧，烧尽跨不过的桥。时光匆匆的跑，火焰化作月遥遥，再无忌惮的波涛，从不在梦里飘摇。为什么？为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什么我不能抢？其他的好，朱砂痣就难消。你是否能知道，窗前的明月照，你独自一人远眺。白月光是年少，是他的笑。对吼，还暖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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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噔，因为这首歌是用来治疗耳朵的、啊。白月光与竹傻子，我才不是傻子嘞。那时滚烫的心跳也曾无处遁逃，像一团烈火燃烧，烧尽跨不过的桥。时光匆匆的跑，火焰化作月遥遥，再无忌惮的波涛，也从不在梦里飘摇。白月光在照耀，你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就难消，你是否能知道，窗前的明月照，你独自一人远眺。白月光是年少，是他的笑。白月光在照耀，你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就难消，你是否能知道，窗前的明月照，你独自一人远眺。白月光是年少，是他的笑。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就像风走了千万里总。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啊，对不起，不是这样唱。
回回今个月生日，你送个歌给他好了。回回点歌，点，我要确定我会唱，不是那一首啦，哦，不是吗？你问，我只会这首。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零分是不是？我以为一百分哎、欸。我有你们，我刚刚今天还告白，我有你们就够了。结果你们竟然如此，你们竟然如此对待我，你们说说，这合理吗？你们啊，对不起。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吃。小火车脉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承认他，我们两只糖吃一个碗，做心房暖暖的好饱满。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问过而合理吗？问过而合理。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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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老板。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这个，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我知道，慢慢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从来都很低调，自信心不高。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也希望变更好。那一定要，那梁静茹有一首经典歌一定要唱啊！可是我很久没唱，我怕我 key 不对。抢拍真可爱，你有想点什么歌吗？回回，你要生日了是不是？抢拍那里是综艺节目。哦哦，讲唱错了，哦哦，抢拍组，快点快点，你要点什么歌？勇气也是啦，勇气也是，今天唱嗨了吗？抢屁抢，崇拜你的崇拜。哎，崇拜我真的不太会唱嘞，我好久没有唱那首歌了，你知道吗？嗯，亲亲，好，没问题，欢迎展示。你赶快去听子萱的版本。如果我有唱错的话，请原谅我。嗯，对不起，我大哥。忘了锁，是谁找不到？为你十八岁的我，我找不到，我真的找不到。滴滴隐形的眼泪，风一吹就干了，只能这样了。我需要一首你觉得你唱的最好的歌，谢谢。晚安啊，我唱了，好，要唱不完了。
回回，你要听什么歌？回回，你赶快想，你赶快想。夜后还是不甘寂寞，第一次你抱紧我，轻轻的，轻轻，轻轻闭着眼睛，是你不是你，说不定还不一定，梦一样轻的，轻轻。哦，噩梦的，你唱好运来最好听，不再联系。哦，好啊。太相信我的幸运，百分之百是你。哎，怎么样？不再联系。会痛，总是甜蜜与心碎。好的，回回，祖祖好久没唱《不再联系》，我之前唱过吗？真的假的？你要生日了是不是？回回，祝你生日快乐。难道有人想看到你的消息？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的手机，也许我爱你还在心里变成秘密，也许你想我的时候我也在想你。多少次我告诉自己，此情可待已成追忆，多少次我告诫自己，不再为你流泪到一败涂地。我和你不再联系，希望你不要介意，要怪就怪当初没在一起，而你对现在也比较满意，所以我留下来也没有道理。我和你断了联系，不代表我不想你，走到哪里还是会有惦记，而我也开始试着去忘记，抹去我们过去的、放弃的所有交集。这首歌是这么快要断气的吗？我很久没唱了是吗？我之前有唱过吗？有吗？确定吗？是真的有吗？我现在来呼吸一下。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的手机，也许我爱你埋在心底变成秘密，也许你想我的时候我也在想你。多少次我告诉自己，此情可待已成追忆，多少次我告诫自己，不再为你流泪到一败涂地。我和你不再联系，希望你不要介意，要怪就怪当初没在一起，而你对现在也比较满意，所以我留下来也没有道理。我和你断了联系，不代表我不想你，走到哪里还是会有惦记，而我也开始试着去忘记，抹去我们过去的、放弃的所有交集。我和你不再联系，希望你不要介意，要怪就怪当初没在一起，而你对现在也比较满意，所以我留下来也没有道理。我和你断了联系，不代表我不想你，走到哪里还是会有惦记，而我也开始试着去忘记，抹去我们过去的、放弃的所有交集。谢谢大家，祖祖可以下个月送蛋糕给牙素吗？我们不行，我们应该没办法送蛋糕哎。我可以在直播间有蛋糕，然后自己吃啦。但是我怕我会忘记。
对，谢谢打入这样一封信，猪猪抓 key 抓很准，谢谢。哎，那这个时候就来一首该当这个结尾喽。我真的要结尾喽，真的最后一首歌喽，真的哦，谢谢大家掌声鼓励鼓励，我今天真的唱上瘾，谢谢大家，欢迎来到 Julie's KTV Night。自己抢到，送什么蛋糕？嗯，我最近看到一家蛋糕看起来蛮好吃，每一首都是结尾。Sorry， 耳机族们，不小心在麦克风前面咳嗽。可以啊，可以啊 ，WZI。事到如今还沉默不语。恍恍惚惚无章无头绪，是因为你的离去。这首歌叫该，对 Julie 好欠揍耐。曾经是谁不管也不顾，对于未来也并不在乎，现在说这些有点唐突，也只能表达我的祝福。怎么想你，我该怎么忘记，我该怎么把这一切都放弃，活该我为难我自己，谁叫我遇到的人是你。我该怎么整理，我该怎么联系，我该怎么把你删除我记忆，活该我不爱我自己，谁叫我付出了我的真心，却得不到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我破音。哎，忽然间想到一件事，宝洁最近是为什么忽然间消失？说这些有点唐突，也只能表达我的祝福。我该怎么想你？我该怎么忘记？我该怎么把这一切都放弃？活该我为难我自己。我想要遇到的人是你。我该怎么想你？我该怎么联系？我该怎么把你删除我记忆？活该我不爱我自己。谁叫我付出了我的真心，却得不到你。我该怎么想你，我该怎么忘记，我该怎么把这一切都放弃，活该我为难我自己。谁叫我遇到的人是你。我该怎么整理，我该怎么联系，我该怎么把你删除我记忆，何该我不爱我自己。谁叫我付出了我的真心，却得不到你。有在别的地方看到他吗？如果有的话还稍微没事，可是如果没有的话，他是怎么了？他还好吗？他是最近在忙什么？同手同脚的，对，同手同脚真的很好听哎，我超喜欢的。同手同脚，温岚的，跟关键时刻无关，与你无关。好了，真的哦，最后一首歌曲，祖祖唱台语哦，我真的没法多呢，你永远都最后一首歌。我只会，你知道台语歌我只会一首歌，因为什么？我是你的 girl。阮的青春会予恁兜，阿丽森我的歌。对啊，你们都没看到他是不是？那群组里他有讲话吗？松开我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见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难过生气，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我好想我弟弟哦。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
唯一的唯一。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踏着彼此梦想前进，路上偶尔风吹雨淋，也要握紧你的手心。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相知相惜相依为命，别忘记之间的约定，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还记得小小年纪算开我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见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小时候难过生气，没哭没哕，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谢谢 WZI 风靡小什么风沙弥勒眼。唯一的唯一，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踏着彼此梦想前进，路上偶尔风吹雨淋，也要握紧你的手心。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相知相惜相依为命，别忘记之前的约定，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谢谢回回。每一步一脚印，踏着彼此梦想前进，路上偶尔风吹雨淋，也要握紧你的手心。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相知相惜相依为命，别忘记彼此的约定，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我的这首歌曲给我最亲爱的弟弟，生命之旅和你同手同脚的走下去，下去，下去。我有一个超可爱的妹妹，她叫猪猪。嗯，怎么那么好？你有吗？不要忘记她上次骗我们一次。没有啦，就是两年没有见到她，有点想她。辛苦了，好了好了，真的好了，不能再唱了。最后也不忘抢牌，一直下不去。好了好了，我真的好了，哪里可爱了？从头到脚，从上面到下面，左边到右边，里面到外面，外面到里面，然后从前面到后面，后面到前面，哦，都超可爱的。他在骗我们什么啦？刚是真的有点小感动，就是想他。下一首什么？两年呢、啊？感觉弟弟就一直被我欺负啊！哪有？拍拍，最后一首歌是什么？哦，是哦，两年哦，唱到十二点啊！最后的最后，业配一下舞单吧。那有什么问题呢？别忘记彼此的约定，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好的，大家进入到我们的业配环节喽。我们的十月十五号呢，就是我们的舞单原创曲发行的日子，请大家一定要准时哦。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先来播放我们的舞单的小片段给大家听。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我俩是吗？缺一个泡泡，把自己打包。一闪耀，专属的味道，幸福感冲爆，一秒一秒越好，一秒一秒抓牢。嘿，好洗脑，把自己打包。
好了，我也忘记了。把自己打包，那我们今天我们的 Julie's KTV Night 就到这里了。一秒一秒呀，看来你们每个人都拿掉歌词还是放出来的，看来你们没有每个人都拿到歌词还是放出来的，什么意思？竹竹还没吃杀鸡是什么意思？要打爆谁？打爆你？把自己打包。刚刚那个唱歌期间好像有大家的小礼物，我刚刚都没有一个一个谢谢，谢谢你们的小礼物，谢谢你们。福地，好，对不起，我念榜榜。第十五名福福猫嘟嘟，第十四名思源嘟嘟，第十三名小蛋糕嘟嘟，第十二名晴晴嘟嘟，第十一名啊，对不起，志伟哥嘟嘟啊什么？第十名摩吉嘟嘟，第九名嘉豪嘟嘟，第八名波成嘟嘟，第七名阿贝嘟嘟，第六名吉米周嘟嘟，第五名 Ling Ling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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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 希望听到你说嗨。嘟嘟，第四名嘎宝贝，不对，是嘎嘎，拜拜啊，不是拜拜，嘎嘎嘟嘟，以上拍手。第三名周颖嘟嘟，第二名酱酱嘟嘟，第一名 WW， 哦不对不对，你是深深才对 ，WW 不对不对，深深一一一一深深，深深 WW 一深深深两，我是说深深吗？把自己打包，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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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刚刚看一下歌词。熟悉的风，熟悉的风带我，你怀里闪耀。哎，不对，我走音了，什么东西？把自己打包，嘟嘟嘟嘟。啊，熟悉的什么东西？熟悉的味道，什么？熟悉的风，熟悉的风带我飘进你。闪耀怀里晒，好，对不起，吹一个泡泡，把自己打包。好，谢谢，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一秒一秒约好哦。没有走音啊，你都是这样唱的。江江这个名字，面不知道是我是谁，笑死，真的假的？下次不要来了，为什么？熟悉的风把我带进你怀里闪耀。哦、OK OK， 好，好了啦，下次考你。OK OK， 10月15号，好的好的，大家我明天没有播哦，是没有的哦，请大家就别等我了，我们就星期五见喽，星期五 ，Friday night， 这周星期五 ，Friday night， 要记得哦。后天不见不散哦！叫主播是什么意思？是默默。好啦，今天就先这样啦，后天不见不散，拜拜。星期五你就不要等我了，不行，我会等你们大家的。后天还有，啊哈，别以为明天主主迟到哦。对，主主明天没有哦，哦，主主明天是 no and oh no。不要钱，不行，星期五见，拜拜，大家再见，要钱我，拜拜，谢谢大家跟我一起嗨嗨 Friday night， 拜拜，晚安，什么道一声晚安？其实这首歌真的是我的噩梦，我每次永远记得我游泳队的时候，每次那个老师说的作业游不完的时候，那个游泳池就会放，就是。那个场馆要打烊的那个晚安曲的时候，道一声晚安。今天不是 Wednesday 了吗？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还没游完，为什么有晚安曲？不，我的作业游不完。好了好了，拜拜，大家再见，拜拜，请登出，谢谢，再见，一秒一秒关掉，笑死，没被骗，什么意思？你有经历晚安曲的年代、哦、有啊，后面都休假对不对？没有，星期五你不是要，对对对对对，我还要去找别人，拜拜拜拜，大家再见，晚安，你到底在干嘛？在跟你们聊天，爱你们，啾啾，再见，好了，我要关咯，拜拜。